近日，51岁天王黎明承认与小自己19岁的助理阿 win 交往，早前更在社交平台亲口承认了这个喜讯。不仅亲口认要当爸，黎明还十分真诚地和大家剖白了这段感情的得来不易。23日，黎明真的升级当上爸爸。有知情人士透露称，阿 win 早产1个月诞下女儿，因为早产的关系，所以宝宝体重比较轻，只有5磅左右。其实黎明身边人都知道阿 win 早产一事，但都贯彻黎明低调作风，齐齐封口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